豪车肯定是舒服的，豪车。对对，不用说的。又要出活了。我操！把把拿狙打，把把控你们，三把狙，你敢相信？马队来了，瞧这个，打不过，但没办法，补过来了后路。这边 A 刀要上，哎，这个枪秒不了人，中路偷。看刘强波再去哪个点。他要去哪个点？我看他要藏哪。我看他要藏哪。第一把藏中路，第二把藏小道啊，不，第三把藏小道，那就是这把没有动作，下把会藏。每隔一把出个活。屁股好痒啊，我肯定要去抓他。打得太慢了，为什么打得太慢的原因是因为三把狙，你知道吧？三把狙肯定是慢的。知道吧？把把等要狙牌。没了，三把狙打保卫好守，当潜伏不好守，因为要排一点。五把机枪肯定是弱的，五把机枪对不对？你五把机枪的话，你不弱点的话，别人会有狙来排你的。你因为狙排你机枪的话，等于说什么老鹰吃老鼠。